大家好，这里是 Music 正在看，我是老郑。时光音乐会播出到第九期，终于到林志炫的主场了。自从在歌手上凭着一首首金曲成功翻红后，又因为在哥哥上的一系列操作引发网友吐槽，但大家都忽略了很多经典歌曲都是他的歌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歌手们改编翻唱林志炫的歌。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提起林志炫，就不能没有这首《单身情歌》。凤凰传奇翻唱林志炫的《单身情歌》，被网友一直认为听起来默契十足，但又感觉在各唱各的，甚至歌曲难度让玲花唱完后直接泪洒现场。曾毅的回音式说唱加上玲花的草原唱腔，没有林志炫的那种苦大仇深，反而有点洒脱。果然，凤凰传奇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山惊喜现身时光音乐会，演唱林志炫的《没离开过》，真是让人梦回第一季的《我是歌手》啊！这首林志炫翻唱自席琳迪翁的歌曲，被黄妈演唱的厚重感十足，听起来是酣畅淋漓呀！我遥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到可为改编翻唱林志炫的《离人》依旧没让大家失望，不仅唱出了自己对爷爷奶奶的思念，加入了戏腔的《梨花颂》，也让人眼前一亮，歌声里满满的故事感，温柔又治愈。单身情歌，林志炫的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也是每年毕业季的必唱曲目。许茹芸温暖细腻的嗓音，让人梦回学生时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老郑视频的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